解释了没？芭蕾舞者。我们请同学写这样的一双拖鞋，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酷炫，为什么50+100什么意思？150。因为其实它不是一双蓝白拖鞋，大概50块嘛，那它还有结合不倒翁，大概100块吧，所以这100+50，大概150，很简单。150。旁边小梦很给面子，880。我会很想买，因为我常常在家穿拖鞋的时候走来走去，然后也忘了放在哪里。然后如果它这样立起来的话，在家就会看到它立起来等着我。小柯，这个我想要顺便问一下，就是像在设计这种产品，应该也都花不少钱。像你要去做这样的模型，那你们家是抱持什么样态度？就爸妈会不会觉得你都在乱花钱，然后做一些这看起来花在干嘛的拖鞋啊或什么的？就是爸妈其实都很支持，对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找厂商的时候，就是真的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他在制作上真的有点难度，所以那时候就是爸爸会就是找一些亲戚啊，就是有一起在就开会帮我们想办法，对啊，然后就有点感动，说就是他们就是可能请假，然后就一起开会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跟我们一起想说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怎么找厂商，然后帮我们找一些免费的材料让我们去试做。可以借给康永。高潮还不赖，好酷炫。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公社真的要花很多钱，然后再加上就是场地费更多，所以我会想问你们，就是资金的筹备是怎么样？是生活费是爸爸妈妈他们补助，然后我们在就是做模型就有一些你要花那些材料费，就是从这个大概要多少钱？这个我们自己做，从我们没有开模，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对，自己手工做。然后我们去买泡面，然后自己抽真空，自己磨那个模型的那个原型出来，然后自己抽真空，然后请那个缝纫的阿姨帮我们把这个边就是缝起来，然后做出来的。哇，所以这样大概也才花几千块吧？其实现在是双是还蛮便宜的，但是我们从原本一开始从模型到整个阶段，好苦，还有皮，还花蛮多钱的，对啊，把人的心喵。我了解，那到底为什么展览要他们是不是展览也得缴钱呐？对，没错，剧统计每一个毕业生大概要花10万块左右。那钱都弄到哪里去了？但是很多同学会因此而抱怨说，主办单位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的钱？对啊。但是要让很多同学了解哈，这个你们花的钱哦，其实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在花在世贸的场地的租金，因为世贸场地租金是属于贸协的，那所以主办单位他也是必须要像办商展一样去付这些钱给世贸租场地。那世贸给学生的价钱其实已经比一般的商展，像什么台北电脑展啊、资讯展啊，来的便宜更多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同学所花的钱是在展场上面，例如说现在每个学校都要参展，那各个学校争奇斗艳之下的话，每个人都要盖得很大，像盖城堡一样，那花很多的钱啊。所以有很多同学在开玩笑讲说，你没有钱就不要来念设计，但是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这个投资是值得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像每个同学他要印专刊，他要去宣传自己的商品，他要去promo自己的商品，他可能要做一些广告，那这三个部分的钱加起来，就是念设计系的同学你想要毕业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花这个钱去办这个展览。哇，好惨哦，真的是要贷款标会的。对啊，但如果真的比如说他们的创意要如何去像刚刚讲行销也好，或者是跟厂商说明也好，然后甚至将来得到量产发条，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怎么样才可以得奖或者是比较容易得奖？其实我会很建议他们是不要得失心不要那么重，因为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棒，每一年都会有推，每一年的设计展都会有很多很棒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设计人他本身自己要懂得自己去行销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去等着别人来帮你行销。对，其实像刚刚看阿红他的那个作品很棒，那可是如果说他自己在网络上po出来，或者是自己靠自己的方式去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行销的话，其实他这个骗子其实他是可以很夯的。
各方面的这个同学啊，有兴趣的话，麻烦这个明天到姐妹淘办公室来。好，我们统一的这个招商说明，对，统一告诉他，我们其实这个平台可以帮助同学嘛，因为我们比较会说，我们没有创意，可是他们有。是我们另外成立一个贷款部门，让人家大家放款，对，非常好。那个地方你可以负责啊，对啊，对，但你不能告诉人家用肉肠哦，好不好？好，那今天真的看到台湾的希望了，真的，掌声鼓励，谢谢他们，谢谢，谢谢，也谢谢三位，谢谢。